Brings us somehow to a mysterious sight in the skies over Norway early this morning. A never-seen-before spiral of white light. Some said it had a blue tail. Norwegian newspapers have been bombarded with people who claim to have seen it. Question is, of course, what was it? Now, some of the guesses range from a Russian missile, which Russia is denying, by the way, to a comet or some other type of object. Хорош. Смотрите, да. 2012. 看到那个西北部出了一个光团，然后呢出现了以后呢，由于这东西由小变大，越来越大，完了呢又是顺时针旋转，反时针旋转，当时我们就懵了，这是什么东西？从来没看到过，一看呢，肯定第一个我印象感觉。不是属于我们气象的东西，可能是天外来物，或者什么飞碟。这就是黑河气象局辛苦保存了20年的录像带资料，时间太过久远，图像有些模糊，但是我们可以感受到不明飞行物出现的那个时候，人们心里有多么的激动。从录像中我们可以看到，这是一次无比华丽壮美的夜空奇象。一个光点急速升高，随即旋转扩散，光亮异常。而最为蹊跷的是，发光体旋转的过程中有一次明显的变向，从顺时针忽然转到了逆时针方向。这个让人匪夷所思的变向，是在照片中无法看到的，也是我们在电脑模拟的动画上都没有想象到的。当时连续这几天呢，整个老百姓里每天就是茶余饭后这个议论的一个主题，因为它连续出了一天，第二天又出来，连续出了5天，所以说这个议论了很长很长时间。多数人倾向于是不是俄罗斯销毁核武器，出现一些个东西能不能影响到咱们生活，能影响到咱们。时啊，也就是1988年的时候，正是前苏联即将步入要解体的时候，冷战也马上就要结束了。确实，当时前苏联呢进行过核武器的销毁，但是核武器的销毁绝对不是说，哎呀，这个东西留着也没什么用了，打上去让它炸了吧，不是那个概念。核武器空爆的威力也是非常大的，那么这种空爆实际上就是使用它了。如果当年苏联真这么干的话，他自己的人民会遭殃，全世界的人民也不会答应的。而且如果有这样的行动的话，那么当时美国也好，前西方集团也好，都会通过各种侦测手段把它侦测到的。那么正常的核武器销毁呢，其实指的就是对它的战斗部，也就是核弹头这部分进行消解，先把它拆开，把其中的各个零件呢洗消无害化之后，再深埋封存，对于它里面的这个核反应装置当中的核物质呢，也要对它呢进行封存深埋，这样呢才能说是一个简单的核武器的拆除报废的过程，而并不是像有些人传言的哐让它炸了吧。现在呢，我们可以再来看一看这一段画面。我个人认为啊，第一它非常的诡异，第二呢它实在是太美了，尤其是到了结局这个部分，您看到了吗？原本是这样转的，突然之间你都形容不出来它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方式，就拖出了一个与之前旋转方向完全相反的美丽的尾巴。如果说这不是一个 UFO， 这只是一团焰火的话，你会惊叹于人类的奇思妙想。但这件事情神秘就神秘在了，它不是我们已知的一些我们常见到的飞行装置，或者是像烟花这类的东西，它是人们无意之中拍摄到的一个已经悬了20多年的一个 UFO 的片段，它到底会是什么？